嗨，各位球大好，我是 GoGo 先生。呜，总算是这个破万订阅啦，那感谢呢各位棋友一路以来的支持。为了回馈给正在看这一部电影的你，我决定开放一堂免费的复盘班，解决你长期以来下棋的问题。以下开放填写表单，限30人。那我知道，就是虽然我有10000订阅，我们只开放了30个人填写表单，很有可能你看了这一部影片的时候，你填写已经额满了。但每一位来的人，我们都是需要预先看棋谱，在第一时间分析出你的弱点，让你一进来学习就能够有马上突破。这是我们的一位学员，他叫小耳。他说这次来复盘学了不少东西，感觉蛮好的，未来有多点武器可以用了。复盘完状态良好，终于对战赢下首胜，前面输的30多场终于有意义了。这位30多连败的棋友啊，其实他是对同一个人，然后呢他呢一直都很努力的学棋，很努力的下棋，但是呢一直都好像欠了一点什么火候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是我联络到他的时候呢，我就请了我们底下的木星老师帮他复盘。然后呢，木星老师当时呢是说，你一次呢给我看2到3个棋谱，他呢比较能够快速的去找到他的具体的弱点在哪。好，那每一个人呢在复盘的时候，他的具体的弱点呢都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个就真的是比较需要客制化的。那像这一位棋友小耳呢，就是他对于吃边上的棋子跟吃中央的棋子，他的价值判断上面呢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也就是木星老师呢透过这3盘棋呢帮他总结出来的结果，30多连败，终于赢得漂亮的一场逆转胜。看到他有这样的成就，我们也真的是很替他开心。那如果说呢你呢现在也卡在这个人生的道路的十字路口，你呢可以填写下面的这个表单，然后报名我们这个免费的复盘。报名完之后呢，我们团队呢会去联络你，并且配合您的时间来给予你复盘。OK， 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我是GoGo先生，我们就里面见喽，拜拜。